下星期就是情人节了，大家约好了你另一半未呢？以前就说可以煲一间靓餐厅，买扎花咁就搞掂，但系而家咁嘅环境，点算好呢？点庆祝情人节啊？而家未有计划喎。今年疫情啦，冇得 book 餐厅嗰啲啦，会唔会喺屋企煮嘢食咁样？哦，咁呢个系会嘅，系。会煮啲乜嘢？可能都是去買下牛扒那些，我買牛扒佢煎咯，不會想出街吃，是因為即係街上面太多人，所以都會 prefer 喺屋企，即係自己整，跟住一起吃咁樣就夠。聽完大家的意見，原來不出街吃同女朋友屋企吃飯仲温馨，仲可以慳住個荷包添。嗱，不過點慳都好，都不可以冇情人節蛋糕嘅，甜甜蜜蜜，女仔就最喜歡啦。情人节蛋糕款式有好多，有啲热门款式仲特别抢手添。嗱，我就已经计划好啦，情人节当晚我就会喺屋企整翻个烛光晚餐，亲手煎两块心形嘅牛扒，跟住就到起肉啦。你知啦，有时当面讲 I love you 真系几难开口噶嘛，所以柏豪就准备咗呢一个烤烤蛋糕，粉红色陨石朱古力表面已经够靓噶啦。等女朋友敲碎之后，就见到一双一对嘅红啤啤，仲有个心心喺度，系咪胜过千言万语呢？呢个蛋糕仲有个好处，就系连切都唔使切，直接用匙羹滗嚟食。你一啖，啊，我一啖。想起都，习惯味蛋糕盒味道亦都好清新，就算唔系同女朋友，一家人又玩又食，一样咁开心。如果你女朋友是朱古力迷，就可以拣呢款比利时朱古力慕斯蛋糕。呢一款朱古力味比较浓郁，唔会太甜，用 LUV 代表 love 表达爱意，潮得嚟又较为含蓄啲，女仔一定中意。想过一个浪漫的情人节，就记得俾多啲诚意，早啲约你的另一半，同埋早啲用手机 apps 订定蛋糕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落 order 噶。我知道有啲特别款式仲系限量添噃，订咗当日就唔使四围扑啦。